我觉得是在做一件事情，然后很有很投入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因为说是心动嘛，就是会让我心动的那一刻，就是我看到一个女生，她可能很专注的在做她自己非常擅长的事，比如说跳舞跳得很棒，或者是打球打得很好，或者是写书法写得很漂亮，那一刻我就会觉得很心动。我不知道我做什么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最帅，但是我的朋友都说，每次看我在很认真的跟别人讨论音乐，或者是说演出的唱歌的当下，他们会觉得很帅，但是一拉完他们想说哦还好，就想说哎怎么会这样。对，那所以我想应该是认真唱歌的时候跟做音乐的时候应该是特别的帅气吧，我想应该是。这个冬天让我做你最温暖的角色。大家好，我是曾静雯，与你相约 Let's 28。